我的这些学生们跟我感情非常深，他们从十七八岁跟我在一起，原来根本哪会让我干活啊，啥活都不让我干，还让我生火，这都不对。哎，我试验一下这新炉子呀，朋友们，真正的炉子呀，这回太牛了，这炉子真正的炉子，没有油烟，没有烟熏着我。 真正的炉子来了，我要再去买个炉子去。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有炉子，都是我自己搭的。啊，这是我盖的。昨天做羊肉串在这儿。真的？嗯，我们今天有吗？今儿黄姨没点呀。啊？海清，海清干什么吃啊？你为什么？有烤串，你为什么不点？为什么不点啊？我不知道有烤串。 哎，那我点的那些你不行的话，不行啊，你都点什么了，我都没记住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也忘了。但是今天我确实可以做点菜，因为有了个新的炉子，这炉子做小炒太合适。师傅，你说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吃你个头吃。